在今天的烟台夏日消费季新知生产力展厅，我们郭兴智能为大家带来了消防机器人和安防巡检机器人。我们的产品覆盖了石油石化、国家电网、消防、军工等领域。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能为我们烟台的新知生产力带来了一些新的动力和能量。